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空腹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今天呢，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搏击的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方法，这个组别我们同样是用30秒的时间为一个动作，我们可以做5到6个动作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训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训练。那我们如果想让我们的肺活量练得比较好的话，可以选择戴个口罩，戴个口罩来练习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计时为30秒，以30秒为标准进行一个训练。好，我们5个动作，今天开始啊。向上跳，两手伸直，向上跳，把你的腹部收紧，腹部收紧。Let the bass kick. 坚持住，把它跳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3、2、1，好，停，第二个动作，等一下，起。Let the bass kick. 收肩，我们也可以用推的，Let the bass kick.以上6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方法。那个大家练的时候可以以3组或者4组连起来练，中间不要休息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Let the bass kick.